郭台铭选总统，寄望国民党征召。最后阶段冲刺民调，北中南举办四场造势，首场在高雄凤山，有媒体人比喻是韩国瑜模式。那个都想得太多了。何必去模仿人家？院长还有另外一个是宣董那边也在帮忙，有点团队，有点多头马车的感觉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你不要乱讲，我没有。我就想问一下，不要扯到我。我是跟他关公兄弟，当然他找我，我一定会关心，但是我没有做任何主导的工作。前立法院长王新平否认主导凤山造势，强调党内候选人还没有定案，目前就是关心不主导，也不会参加郭台铭的造势。郭台铭夫人曾馨莹、女儿郭小玲周末举办慈善活动，媒体大阵仗关注郭台铭选情。造势会不会到场？目前我知道我板桥会去了。但现在就是全家出动都还帮忙郭董。怎么又跑变？还是政治问题？密谈丈夫选情，希望焦点摆在现场活动。对于媒体询问是否负责郭台铭选战主导，曾馨莹微笑否认，不过还是不忘替丈夫打气。对于他有信心吗？加油！现场电视陈慧模、陈千里、刘姿莹，台湾台报道。